伯母，嗯，结果如何啊？你麻烦大了啦！啊，这怎么说啊？这是个高手做的账，哎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毫无漏洞了。可是县库里的现银少了258652两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一任把钱给吞了，拿你当替死鬼了。你怎么也不算清楚就签字交接呢？混蛋，这下上贼船了。哎呦，你不是一直就在贼船上的吗？可是见了船的更贼呀，他这些当官的真是比咱们海盗还要狠。大老爷，分明是那田文整咱们冤枉，我去杀了他。哎，别，爹，看我慢慢的收拾他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咱们不能再用黑道那些手段了。关于这亏空的问题嘛，我看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广开财源。哎，开一个万花楼怎么样啊？他比我还龌龊。来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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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快啊，来了。哎，各位，今天这个赌场啊是咱们大老爷亲自主持的，咱们一不作假，二不赖账啊，没有郎中，没有郎中。赢了赶紧把钱带走啊。那输了呢？输了，输了当什么抵押都可以，没问题。好了，好了，下好利手，下好利手了啊！快开，哎呀，这样的官府老爷带头赌博，这官府还能好吗？早晚会完蛋的。哎，笨呐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混进去啊。哎，对，哎，芊芊，我们快点分头吧。哎，你往这边，我们往那边。好，快快快，小心啊。哎呦，急什么？我会开的。哎，帮我开一下。板凳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！哎，别急别急，我当头。是你啊！哎，继续继续。坐过怎么样？好，来了。来来来，哎，我们也来玩两把。你不要输了。就是田文谢的题，秦彩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来抓我的小辫子呢，还是想跟我入洞房啊？啊！姐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一来一双美人，刚好让我一起享用。姐姐，快走！哎，走回来！姐姐，快走！别管我！把他走！把这女的给我抓过来！我两个都要！快点抓住！好，别让他跑了！别跑！哎呦，你怎么让他给跑了？啊！
老大，他不跑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吧？一样是洞房花烛夜啊！哎呀，这秦彩青太泼辣了！我非把你饿扁了！我再回来。白莲角，把它给我看好了。哎，好，看好。我到前面去看看。老大啊，你还没赌够啊？够，我现在手气正旺着呢。你把它看好了，我再去看看啊。你说说看，小娘子啊，我们老大太不解风情了。这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别动啊！哎，换了我呀，我才不值那个什么烂骰子呢。哎，坐下吧。坐下，坐下。你去。青青。哎呀，你跑到哪里去了啦？你还说呢，我一转眼你们两个就不见了。哎，彩青呢？被段子明给抓去了。啊！哎呦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去拼命啊！去送死有用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你最有主意，你赶紧想想办法。往下啊，坐下观影，准备要开了。嗨，好哎！哎呀，收！哎，有劳各位啊，我刚上任没几天，大家就给我送来万民伞，承让啊！哎，接着来！我们俩赌一把。什么人啊？干什么？怎么样，怕了吧？你要赌什么啊？你知道我要什么的？哼，那要是我赢了，我有什么？你有这个。啊？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等等，还赌这个？我最喜欢听这种声音了，可不可以借我听一下？哎呀，大家听听看，这声音多么的迷人呐！就是啊，拿银瓶炸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，嘈嘈切切错杂谈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玉盘，这个好啊！哎，好了，下吧。下吧。宁为鸡头不为牛后。当然是下大，下大的，好，有意思啊！你压定了，来，开！哎呀，你输了！青青姑娘。你输了，那倒未必哦。不一定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哎呦，佩，哎，知府老爷根本就是个郎中，他故意要骗你们的钱呢。你这是栽赃！阎王爷出告示，全都是鬼话。哎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想耍赖啊？怪不得都是你。还钱！他栽赃了！我下。哎，你给我老实一点啊！彩青，舒彩，我在这儿。青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，走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青青，看见我们金花伯母没有？不晓得他被关在哪里呀？走，继续找。好，看你不往哪跑。你！快！快！快！
这，姐姐，快走啊！不，我要救我娘。姐姐，快走！给我追！我娘怎么办嘛？秦倩，你先别着急，等等，我得了一样东西。啊，这是，哎，这是田文亲笔写的谢帖纸，哎，应该没错吧？彩琴姑娘，你真行啊，真厉害呀！这样我们就反击他的武器了。对呀，走，走。除了考试几天呢，平时这里都没人的。这里每次考试啊，都会死很多的人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肯定会有很多的鬼魂的。哎呀，你们怕什么呢？就算是真的有鬼魂呢，也不都是恶鬼啊，还有很多很多是来报恩的好鬼。死猪头，死猪头！不要鬼话连篇的好不好？吓死人了。好好好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吧？嗯，知道知道。好，我去送个信啊。哎，千万小心哦。嗯嗯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干活了干活了。走走。哎，老大呀，我看咱们这赌场啊要完蛋喽。哼，还管什么赌场啊，那幅画要是找不回来，咱们都得完蛋。什么人？哼，娘子啊，怎么样，终究是舍不得我这个好老公吧。哼，我们总有决一生死的那天，你给我等着。段兄，你有我要的东西，我有你要的东西，咱们不妨交换一下，明日京城见，史书才拜上。到底都哪去了？哪个地方说不清楚。老大，这分明是耍咱们嘛。哎，老大，你看从哪冒出来的？嗯，好像是贡院。对，贡院，贡院，去看看。刘彩青，咱们该做个了断了吧？我二娘呢？哼！啊，彩青，快来救我！二娘，刘彩青，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？先把我二娘放过来。我。啊，给我抢！走，走，走！二娘，彩青，去把苏瓦给我抢过来。是。彩青。
康妃动了你。耶耶耶！耶！臭丫头，出来！给我出来！这臭丫头！臭丫头，臭丫头，臭丫头，你在哪里啊？臭丫头，你出来让我看看好不好？住他！
刚才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，你快说一次，我听着呢。树才，其实我心里已经答应做你的妻子了，我还要跟你生一大堆孩子。树才，树才，你醒一醒啊！你不能抛弃我不管。树才，树才，你醒一醒啊！树才，树才，树才。树在，树在，我来陪你。彩青，别！什么嘛！这是见鬼刀！好玩吗？哎，子清，对不起吧？好了，对不起。太不像话了！太不像话了！六部九卿会审的结果居然还是维持原判，难道我大明真的没有清官了吗？八怪，奴才在。去把田文给朕叫进来。遵旨。臣叩拜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田文啊田文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朝内朝外全被你把持住了。皇上，皇上这是从何说起？微臣一个区区侍郎哪有这个本事啊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民女秦彩青有事面禀皇上。开什么玩笑，滚开。哎，您不是上一次拦下喊冤的那两位姑娘吗？是啊是啊。你们怎么后来跑不见了？皇上到处找你们呢。放他们进来。民女，走走走啊。说你到底有没有泄题？微臣自任主考官以来，一心关注科举大事，唯恐遗漏一个真才。微臣殚精竭虑，自问绝无半点违背良心之处。万岁爷，秦监和彩青姑娘他们来了。皇上要接见他们了，我去吧。是。皇上等候各位多时了。啊，皇上要接见我们啊？朱涛，等一下别吓得撒尿哦。你不说我不紧张，你一说我倒紧张了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平身，田文，这些人你可认得？微臣根本不认识他们。你不认识，朕可认识。大伙儿可好啊？这件案子又有劳你们了。这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像猪兽啊？
我看他就是朱寿吧。娘，他怎么穿皇上的衣服啊？哎呀，皇上，史书才大逆不道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请皇上降罪。不会吧？大家不必如此，起来吧。醒醒啊！喂，皇上啊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千千姑娘，这皇帝还能有假的吗？他就是皇上啊。那你为什么？朕把这件案子解决了以后，再好好跟你们叙叙旧。段子明，朕问你，那个科字高手洪大威可是你杀的？不错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是老子杀的。放肆！你敢？朕只是可惜啊，这么一个奇功巧匠。段子明挟带米粒，小抄作弊，理该判以重罪。哼，没有人泄题，他挟带小抄又有何用呢？田主考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想赖，未免太窝囊了吧？你是何人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哎，你不认识他？哼，这就怪了。那你那个墨宝怎么会在他卧室里？墨宝？什么墨宝？这你该认识吧？哎。住手！皇上，这是，哎呀，是证据。万岁爷。有什么话说？为臣治罪，为臣治罪呀！哼，六部九卿都审不了的案子，朕亲自来审，众人听判。田文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贪污受贿，诬害忠良，当处斩立决。段子明，你出身海盗，却连续杀害张东西、洪大威、方强、李琦、王必谷五条人命，罪无可恕，当处绞刑。皇上，那几个钦差大臣的罪也请求皇上圣断。刑部尚书彭衍、御史张昌二人立刻革职，送交刑部议处。户部尚书穆弘、工部尚书岳廷枢二人连降三级，留职听用。把秦钟玉带上来。哎呀，周公子你也在啊？哇，怎么这么大胆啊？穿上皇上龙袍了？娘，你看清楚，那是皇上啊！哎呀，秦钟玉死罪，秦钟玉死罪。知道就好。皇上开恩，皇上开恩。该是死罪还是开恩，你自己说吧。啊，好，开。秦钟玉虽然偶尔糊涂，但是品性正直纯良，特命你为刑部侍郎，接替田文之职。啊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把这两个坏蛋压下去。是。田大人，民女有一事相询，闻那会员到底是谁娶的？是老夫亲自取的，本来不想选取，但老夫舍不得你的文采，这大概是老夫做的唯一一件好事。压下去，压下去。皇上，他们都还没有判呢。史书才遭人诬陷，虽替段子明、张东西
代作文章，但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为，自当无罪。金彩卿，女扮男装应考，本应留喜三千里发配边疆充军，但在礼部擅改应考生名册，乃是太监总管八冠所为，所以彩卿姑娘，罪不在你，而在八冠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启禀皇上，那个擅改考生名册的事儿，都是那朱寿叫我去做的。朱寿是何许人也？这世上有这个人吗？朱寿啊！皇上啊，您不知道，您第一次来我们百花楼的时候啊，我就看见您冒神光哎，身上有九条龙盘着，一看就不是凡人的。哎，老大，这是狗腿。哈哈哈哈，芊芊姑娘，那时候你不知道打朕打了多少耳光，骂朕无数次，还恨朕把你标下来，现在还恨朕吗？现在当然不敢了。嘴上不说，我看你心里还是改不了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皇上也。哎呦，芊芊呐，你更狗腿呀！还这样拍马屁呢？各位大人，大人，各位，圣上有旨，命吾等重新阅卷。所以我们必须殚精竭虑，为国聚财，啊！试卷呢已经重新密封，考生是什么人根本没人知道。但是本座要事先提醒各位，这里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人所写的卷子，所以如果大家是漫不经心的乱看乱批，到时候人头不保，就别怪我喽。秦大人，启禀皇上，这里就是前三名魁首的卷子，恭请圣裁。好，把这新的榜单颁布出去吧。遵旨。哎，等等。是。这是前三名啊。是。给朕看看。是书才。史书才是这一次的会员啊。皇上，为表公平，微臣并未参与这次的阅卷，所以一点也不知情。秦早卿，微臣死罪。这有什么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彩卿姑娘的文采朕本来就很佩服。算了算了，朕的争胜心啊还是不解，如今想一想还真是无聊啊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好歹也是个第三名哎。哎呀，这两个当然不能录取了，把后面的递补上去吧。遵旨。朱寿，哼，什么玩意儿嘛。平身。辛卯科殿试开场。
本科状元就是史书才了。宣新科状元史书才上殿谢恩啊！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生源有一不情之请。说。盟主隆恩得中金科状元，肝脑涂地，亦不能报答皇上万一，但生源私心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生源想抢武状元。平身，谢皇上。猪头有模有样的，还挺帅的嘛。彩青姑娘，史书才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你要一个文武双全的丈夫，他才铤而走险的。他这样会不会危险啊？会呀。难道你不知道爱情的魔力有多大吗？兵部侍郎李承辉叩见皇上。开始吧。遵旨。考生挑兵器。是。启禀考官，在下就选择这个武器了。芊芊，书才又在搞什么鬼啊？哎呀，这是龙大哥教他的蜘蛛功。蜘蛛功？什么蜘蛛功啊？我看啊，像吊死神功哎！别吵别吵。干嘛上吊啊他？启书才啊！打不过别人，你赶紧退回去，不要觅死觅活的像自杀似的。这个叫置死地而后生，我打打看嘛。死了就投胎，然后就后生是吧？考生开始。哎呀！臭小子！
话。你他妈打我！是秀才，你来了呀！哎呀，太棒了！走！进家门，我就感觉怪怪的。当你坐在客厅等着 TV， 你眉头上的皱纹，你一直在深呼吸，告诉我今晚我要小心。我不明白什么事又让你发飙，是不是这一次你能好好讲？世界上的美丽、yeah、可是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把我赶出家，叫我最好滚到天涯海角，光着脚丫两船脚，站在狂风暴雨下，竟然没有空的计程车。